OK，大家好啊，我来分享一个我的这个厨房的这个自动化的模组啊，外加真空保鲜啊。首先呢，你们看这里啊，这一块区域啊，我的一个高档餐厅啊，它里面如果不算这里是我额外加的，如果你就是要和上下对齐的话啊，那正好就是一个对吧？十八多少啊？18乘以11的一个模组啊，就是两个4层啊的模组，那你们就会发现啊，就可以看到一个永久的食物保鲜，还有自动化放进烤炉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高档餐厅和厨房的模组。首先呢，我们在这里放几个砖块啊，比如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OK，这里挖开啊，这里填满啊，那填完之后，你从这里一挖，这里就变成真空了啊，然后在里面造这个轨道滑槽啊，把东西都给扔进去啊，就比如说，啊，那我们以后可以先首先是这样，那你肯定会有农场对吧？那你农场就像这样啊，我的这个水草啊、海草对吧？水草这个漂白粉啊，不，漂白石放在这儿啊。水草收完之后，机械臂就会把收完的水草给扔进去，啊，哒叭叭叭叭叭叭进去啊，然后这里是我的肉啊，死完的肉啪啪啪啪啪扔进去，好，这里是哈奇农场啊，淹死的哈奇从这里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又回去，啊，小麦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有永久的冰霜汉堡。啊，我们扔进去了之后呢，食材，我的食材啊，原材料，还有做完的食物都是放在一块的啊，也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永久保鲜的啊，也不会混入任何杂物啊，除非你收件不知道把什么东西都给扔进去了啊，里面东西也不会坏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这个啊的精妙之处啊。首先呢，我们看到有两个机械臂，对吧？啊，这个东西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把它从这里东西拿出来呢，放进去，啊，那我就先不说那个问题了啊，那我们就直接来说这个，首先这个机械臂，那你总归希望是它机械臂能把里面的食物给塞到这个烤炉和烤箱里，对吧？那好，你就看这个机械臂，OK，你看这个机械臂斜角它是能拿到东西的，也就是说斜角它是这个能拿到东西的啊。这个机左边那个机械臂呢，会从这个轨道滑槽这个真空的环境里把原材料啊给拿出来。然后传送到我们的烤炉和烤箱里啊，对不对？好，这个没问题吧？好，其次，当它这个烤炉和烤箱做完之后呢，你看这个，哎，马上就好了啊。小人，现在我小人太空了啊，小人太空了，他就会帮忙送啊。然后，哎呦呦，哎，看到吗？这个机械臂就会把这里。不对，这个机械臂是把这里吸过来的东西放进去，哎，看到吗？把烤肉。哎，他把这边的烤肉给哦，他把生肉做完之后变成烤肉串，烤肉串，然后再送到了这个里面做冰霜汉堡，对吧？好，那没问题啊，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办到的啊。好，其次呢，哎，他这是什么？哎，他缺少什么东西啊？缺少东西，对不对？缺少东西啊，这个机械臂就会从原料啊，海参菜啊，他会把海参菜放到这个炉子里去啊，他又把冰霜面包放进去啊，做冰霜汉堡啊。那其次呢，这个啊，那我们看这个呢，是会把它做完的啊材料再给放回去这个轨道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做完，好，他要做完了，哎屁，哎，掉下来了，哎，看到吗？看到这个机械臂了没有？啊，这个机械臂刷吸进去，哎，啪，放到里面去，然后我们再看轨道滑槽。然后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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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掉进去，哎，又掉回去了，哎，就好了。好，这个是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啊，它就不会进入一个死循环啊，一定要有这个砖块把这个从这边拿的东西，很多模组都需要用到这个原理，把这从这里面拿到的东西啊，再给它放回去，然后另外一个再把它送回去啊。好，其次呢，我们会问到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些东西在地板上收不回来怎么办啊？比如说这个啊，怎么办？那你也啊，很多时候小人会吃东西吃到一半啊，他就会把它扔到地上。啊，是扔到地上啊。那我们在其实在这里再加几个模组啊，再加几个
啊，摸住把它给送回去就行了啊。这里我没有弄啊，其实就是比较懒啊，再把它送回去啊就行了。啊，那我们说如果有些都是这有东西怎么办呢？啊，那我们这里放一个这里放个冰箱就是个原因啊。嗯，啊，这还有其他很多别的用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让他把这个东西都给啊送过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做黄色警报，哎，他拿到了吧？看到他小人肯定是不会把这个东西给，这里的东西给送回去，因为我没拿。看到什么？看这小人，哎，进来这样，哎，好，回去了，哎，冰霜汉堡，嗯，哦，对，他把这个啊可食用物品啊，他就把可食用物品给塞回去了。因为我、因为这边优先级比较高吧，因为这边优先级4啊，如果变成5的话它就一样了。那么好，其次呢，哎，他又把他东西送过来，冰霜汉堡，哎，他又把它给吸回去了，哎，很好。那我们再把它改成那如果我们把这里改可食用物品和这个烹饪用的原料呢，那烹饪原料，哎，那么一点它就会把里面剩余的这个冰霜麦粒啊，你给吸回去啊，然后放回去，对吧？哒哒哒哒哒掉下去了。OK， 好，那这就是我的这个厨房的模组了啊。这个厨房连接的餐厅啊，非常实用也非常快啊。他们厨房做完的东西可以吃，这个直接做厨房啊，也大概有22个空格吧。那、高档餐厅啊，不错吧？好，反正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厨房，再加餐厅啊，就讲到这儿了。好，谢谢大家。